受到武汉肺炎和天气转冷的影响，关怀中心的货库存量已经是有警报。玉山银行就号召全台湾138间分行的员工到店来响应关怀。当然，分行各和台大婚姻婚姻来合作，邀请员工来关怀。而台大病院嘛特别开放3点钟的临时假，让员工有充分的时间去关怀，希望借着这个行动来呼吁社会大众做过关怀救人。这几天天气真寒，而且又是武汉肺炎的防疫期间，各地关怀中心的会议库存量一直下降，特别无够。因此，玉山银行在全台湾号召138间分行到店来进行关怀行动。德仁桑修女说：“一份爱可以牵引更多的爱。”那现在武汉疫情在蔓延的时候啊，玉山银行长期在企业责任这一块非常的努力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全国包含了60一起来做这样的活动。那在云林县呢，我们也找了台大医院的云林分院一起来共襄盛举，谢谢黄院长的支持。那希望这样的爱心可以让整个云林县的居民们一起来捐出热血。有些民航到了分行，拿准备精美的礼品，要来送予响应的民众。这摆国含台大婚姻婚姻联手推动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台大病院也特别开放员工，会当有3点钟的假去关怀，做会出来补充会议库存的需求。我自己本身是医检师，然后是负责血液血库的部分，所以知道就是捐血其实是还蛮重要，可以帮助就是需要的人。黄瑞仁院长也给我们同仁3个小时的公假来响应这一次的捐血活动，因为在防疫期间，大家为了保护自己，怕到公共场所，所以那个捐血量明显的降低，造成正常医疗活动的需求的困难，所以为了响应这一次捐血，也呼吁大家，在戴口罩、勤洗手，能够保护之余，也热心出来参加这个捐血活动。会议库存的安全库存量到拜五将会来到上低量。婚姻关怀站呼吁大家踊跃来付出行动。你若是最近有出国记录，无确定家己是不是会当关怀，买当加入爱关怀来随时查询资料。因为在台湾的医疗体系里面，是病患没有用，他可能会失去生命，我们才会输到血液的这个部分。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出来捐血。比较需要的其实 A 型跟 O 型绝对是占大众，因为这两样的血型人口大概就是6-7成左右了。那其他血型也是都希望说，我们这个据点每天有，您要有来捐过血，然后就是您要用您的 LINE 来绑定您在捐血资料里面的账，那个一些资讯，包括你的身份证字号，然后手机，主要是身份证字号跟手机号嘛。那你绑定之后呢，其实你的捐血资料都可以做相关的连接。会当关怀某亿万关怀民众，会当赶紧查到身份证，到位置到六市的婚姻关怀站响应，关怀一地就会当救人一命。记者梁伟聪报道。